小雨的朋友晚安，我是刘雨，感谢您在傍晚倾听我的心声小雨。是否有过踏进熟悉的门中，却发现屋里物是人非？明明认识这是朝夕所处的家，你要是知道有什么不知不觉好陌生。果然，这里就像个家。
希望可以跟妈妈一样变成大明星。齐聚一堂，你来唱，我来唱，舞台之上定见真章。欢迎收看《七彩新舞台》。Thank you.
喂，杜先生，我是贺老师。你的情况我了解了，不用担心，你先来楼上见我。挑战者的表演，一起来欣赏杜梅心小朋友为大家带来。